家里用完的剪刀、菜刀太钝，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新型磨刀器。就这样，在刃口处来回刮几下，用它磨好的刃口非常的锋利，还跟新的一样好用。家里的菜刀、剪刀、镰刀、刃口钝了，不用急于更换新的工具，就用这种磨刀开刃修复器修复。对着刀刃侧面轻轻一刮，多刮几次，这个刃口就开出来了。刮好了刀刃就和新的一样锋利好用。有了它以后，再也不用磨刀石了。 这是一款合金钢的刮刀器，不管是剪刀、菜刀，只要是带刃的都可以使用它。用它开刃，非常的方便快捷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有了它以后，再也不用磨刀石了。这是一个合金钢的刮刀器，不管你是菜刀还是剪刀，只要是带刃的都能用它开刃磨口，非常快捷方便，效果非常好。轻轻一刮，刃就开好了。四合一果树剪的修复器。 防滑步的握手柄，握着手感非常舒适，磨剪着磨菜刀、磨户外刀方便实用。轻轻一刮，刃就开好了。四合一果树剪的修复器，防滑步的握手柄，握着手感非常舒适，磨剪着磨菜刀、磨户外刀方便实用。有了它以后，再也不用磨刀石了。这是一个合金钢的刮刀器，不管你是菜刀还是剪刀，只要是带刃的都能用它开刃磨口，非常快捷方便，效果非常好。有了它以后，再也不用磨刀石了。 这是一款合金钢的刮刀器，不管是剪刀、菜刀，只要是带刃的都可以使用它，用它开刃，非常的方便快捷，效果也是非常的好。就是这个小东西，它可是特硬合金钢打造，家里刀具钝了就用它，反面刮两下，正面刮两下，来看一下效果，轻轻松松就锋利了。这是款合金钢开刃神器，也称钨钢小刮刀，用处非常多，各种刀片、剪刀、菜刀有刃口的地方，一刮就平，磨出来跟新的一样锋利。 家中常备磨刀不累。这是款合金钢开刃神器，也称钨钢小刮刀，用处非常多，各种刀片、剪刀、菜刀有刃口的地方一刮就平，磨出来跟新的一样锋利。家中常备，省心省力。方式喜欢的朋友点击下方链接购买吧。